你太太的，你咋开的车？那看俺家门口来了。啊？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就走，往回开。 这是高速路，不能掉头。你说咋办？要不你就回家看看呗，你都8年没回家了。看啥看？你就不想回家见见一个人？谁呀？赵艳秋啊。 小王，你醒醒！大了，这是黄鹤吧？黄鹤大了。哎，小王，你给我照个相。快下着雨了，你照啥照？快！ 啊，哥，你看，一往昔，仍用岁月，看今朝，匆匆行。几度春秋，几度愁，又知此情，回故乡。哥，好事。
他们，我们他家所有的那咱俩都没什么不能的。他就是因为买这个的话呢，觉得就是他有自己单独的房子，他就是他们自己的。哥，嫂，这是平平吧？俺真的。平平，叫叔，真的叔了，乖。平平，想不起来了。有一回，叔偷喝牛奶，让俺发现了，叔不敢回家，河边儿蹲一整夜。想想。俺奶奶在那管钱，是你偷了吧？平平，瞎说啥呢？吃饭了没？没有。就是吃饭。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哎，这是谁呀？俺司机。哦，大司机，赶紧坐，自个家吃饭客气啊。来，坐。二喜，昨晚混的不错吧，二喜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都中。哎，恁俩先吃着啊，我再去给恁领几个菜啊。这是俺刘总的名片，我看不清楚。怎么样？你看这片上写的啥？四海五洲货物配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二喜。俺公司目前发展的形势很不错。哦，能开多少年呢？俺刘总现在一年的工资是10万，估计明年多少还能再涨上。爹，喝酒。哥，来。站着，哥。二喜，你眼瞎了吧？大亮，二喜刚回一趟家，这是弄啥？把你嘴捂上。二喜，你怎么觉得咱家少个人？你数数，你数数。妥了，爸，俺妈呢？妈死了，是去年的事儿。你一猛子窜出去8年多呀，知不知道恁妈是一身病，想着回来看看。恁妈是天天惦记着你呀。临咽气的头几天，还一个劲儿的念叨你。奶奶呢？妈呢？跟那老爷埋到一块儿了，后天就是他的入土1周年。正好你赶回来了，还能赶上给恁妈上。哎呀，你还不赶紧出去看看二喜？美死他了！都卖出去，让他自己好好想想。哥。
爹，俺爸不愿意找。不找？不找就不找吧。好了，准备了，来看这里，一、二、三。爸，我送了啊。二喜。就不能给咱妈烧完纸再走，那差点一天。哎，纸留不住，别留了，让他走吧。啥玩意儿啊！别吃了砸人间饭，我没见过这种人。妈，不是说了吗？开封那边急着接货来了。你少搭理我，我说个狗听了，你别打枪。啥人呢？你算，坐了哪的？让他走吧。看你那妈没生这个懒孙。阿喜，你不是心能站吗？啊，你死大娃才好了，一辈子也别回来。不回来就不回来，别说死外头。就拉外边我也不回来。你呀，你真的能干那儿？你真的能厉害一点？你干不成，你干不成，干不成，干不成，干不成！哎呀，孩子，哎，咋的？咋了吗？有本事你打仗咋的？你，二喜，你这老虎！哎哎哎，我说你打我咋的？打我！你这个混蛋，你打我！你打我！哎，你打我！二喜，快快，你打我！哥，开的差不多了吧？接着排。等会儿，看我，带着喝。小马，啊，来一张，我、哦，带着妹儿，再来张，这是我的问菜。你是我的唯一，你是我的挚爱，你是我雨后不去的彩虹，你是我日夜永远的思念。咋样？八年前的水平？很好啊，哥，你没上大学缺才了。赵艳秋，我想和你多少？这哪个儿子写的？这不是我写的。
等会儿，来来来。从前有一个人坐着马车在大路上奔低头，他的朋友看见了，笑着他问：“你上哪去呀？”他的朋友回答说：“到许国去。”朋友很奇怪，提醒他说：“等等。”小青人住着不住啊？住啊，我们在家，他在屋上观察目标。哎，等会儿你再领领。好。跳个旗子，勾个线，气气气，挺文静。你跳过啊？先给我走吧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。你不认识我了？咱俩同学，高中的时候，咱俩一班。不可能的。好好想想，我都一翻牌。想起来。我给你写过求爱信。马小薇，那你家不是搬郑州了？啥时候过来了？有点细，你认识不认识？
绿尔西谁呀、啊？没见吗？那接着挑吧。你这拍他给我弄啥嘞？催啥催呀？正赶路嘞。你大爷！扑你家屋，瓜娃儿瓜西西。哥，四川人不是这么说的，是瓜娃儿抓西西。来，瓜娃儿抓西西嘞！你大爷！我咋样？咋样？你上去。我唱的也可以呀、啊。可以，可以，你给他换。那说呀、啊。野濑汉溪百里霜，日胜紫光万象新。雄花集，哥上前走。哎，老板在吧？这件事你给我说。啊。老板，南洋香草用过吧？没听说过。南洋香草是味精、鸡精的替代品，广东、山东、四川、沿海的一带，这个餐饮业全都离不开。许多面临倒闭的餐馆、餐厅，全都喜提卫生，用它做的菜肴啊，口感奇特，回味无穷。煎、炸、煮、炒，还是煲汤、凉拌，都能消化。我说的不算，你看啊，来尝尝。这是啥？南洋香草，不会有毒吧？
嗯，那天给了吗？给了。哥，咱以后怎么办呢？啥意思啊？不好向红哥交代。我算了个账，红哥欠我8个月车费，车上小草一滴，还剩12000，到时候我还你。关键是红哥不好惹。好惹咋了？大不了不跟他混了。他能把我咋样？哎，哥，红哥的电话。顺子，你离我远点中，我正烦着呢，你天天在求啥呢？求真是。洪江水，你咋这没出息啊？你学啥不中，得学这一行，真是。爸，饭都快凉了，你赶快吃吧。算了吧，我吃不下。爸。二西瓜都混得不错，你也别操他的心。二西这回出门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。我这么大岁数了，18、9是见不着了。妈，缺钱花了吧？我给你送钱来了。从家走的时候，偷了你3000块钱。现在，脸盆、袋里全还给你。妈，你别怪我不回家看你，要怪，你怪俺爸。我没考上大学，俺爸号召家里人。全都不搭理我，连饭都不叫我搁家吃。我原打算一辈子不回来了，要不是因为赵艳秋，哎，算了，旧话不提了。妈，我也不想叫你死。这都是人的命，天注定。该着你了，想活也活不了。哥，哥，你回头看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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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想让爸谢过荣荣，玩点心眼。你这孩子真的不懂事，你爸跟你说，我也没见面，去好好挨着钱。那好吧，我也去，你别卖我。三心照片就洗菜了，乱来了。三家五鬼啊，全来了，全来了。大舅，好好好，把老嫂子做了手擀面，好，味道咋样？哎呀呀，咋了你一年在外边能挣十来万，这是真的？差不多吧。都弄的啥呀？能挣那么多？喂，小王。啊。喝多了。你跟俺爹说啊。哦。俺哥，俺刘总嘛，他的主要工作是往各大城市里送货，他还负责我们公司新产品的这个。俺刘总啊，他确实是个好人，虽然是个副经理，但是公司员工上上下下都对他特别尊重。他吧，人好，心好，工作也好，各方面都。哎，二喜，二喜呀、啊，你在睡吧？来兄弟，爸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听见了吗？听着了，听着了。啊，听着了。儿媳啊，爸是这个意思。既然在外边挣钱比在家里挣钱容易，我是想叫恁哥呢，跟着你出去闯闯。老在家杵着，这也不是个常事。恁哥，俺出去。家里这摊咋弄？家里这一摊有啥？那不还有我的吗？大不了咱的修理铺不开了吗？就是开也挣不了几个钱呐、啊。你没有看看现在那个家用电器，一年比一年高级，他轻易都不出个毛病，活也就越来越少了。既然外边挣钱比家里挣钱容易，咋不叫恁哥跟着你出去长长见识？儿媳啊，儿媳，爸的话你听见了没有？啊？来，好，那等一下，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。据了解呢，咱这舞厅这段时间呢，有个别女同志。有配舞收费的现象。王馆长说了，咱这个舞厅呢是让大家伙休闲娱乐的，绝不允许有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出现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希望大家伙的相互监督，积极举报。如果说我们再发现这种问题的话，我们会坚决予以清退，知道吧？知道。好，打扰大家伙时间了，请吧。对不起，我有点头疼。哎呀，没事，他其实没跳完呢，是不是？跳完题再录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叫你了，你咋又来了？你咋回事？俺们二老刚翻了个包，还有我们翻就翻呗，你又没有挣钱。可是我不想那么翻了个包。行了，咱去吃烩面。
你有纺靴灰夹乱窜派坊节奏，咱不从大庄头家门口过，大不了多走几步路。你听见没有？别光顾了吃。饿了妈，那你早一天咱们儿童节多少钱呢？咱妈咪人家。小乔，他们家的钱是你爸爸欠的，碍不了咱娘俩的事儿，别往咱这儿来。嗯，小零食，出来还有赏赐啊。啊啊！你到底要几箱啊？好好，哎，找老板。哎，你先这样，好吧，我这有点事，下回送。妈，准备好了。妈，我准备好了。小谢吧，早去做派岗节啊。哦。刘二西，呀，我不是刘二西，我是马小薇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九年前的事儿了，没想起来。想起了，太多了吧？你写写的人，算让你有几十封。我那封信算是白写了，几天几夜写了信，你都不知道我是谁。那不怪你自己啊！你要把信信收交给我，咋能不知道你是谁？哎，我把信塞在你家窗户里，你没看见？看见了，那信还留着嘞。昨天又看了一遍，气得一身鸡皮疙瘩。真能邪乎啊！那封信我写了好几天，撕了写，写了撕了。你还好意思说了？你那时候尤其董成强还一头往上去，那时候治安能乱，叫谁谁敢去？现在不乱吧？明天晚上六点，你俩见个面。嗯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嗯。刚。同志，拍不成，为啥？山里头太黑。拍不成就拍。来了，来车里坐。看看你急啥了？车里坐。儿子，你怎么这样来这去啊？不久，不久我就不下来，你给人发封信了。失踪！哎呀！你怎么在我手机拿着？你送钱！哎呀！啊！你咋这样嘞？昨天晚上不来了？对不起啊。实话跟你说，你来的时候，你写的信俺又看了一遍，俺是流着泪看完了。
没想到您的流氓见面就想闹。一切的信还给您。哎，再说说话。说啥话？说说话。总说。说说话。总说。哎呦，哎，哎，再说说话。拉倒吧，你这人作风有问题。迷人的夜晚，月光撩人，在巷中惆怅的我独自徘徊。我轻轻走到你的床前，仿佛听到了涓涓细水入侵此阁，然后灯又灭了。床下的我静静地伴着你均匀的呼吸，迎来了又一个黎明。求绣花垂帘，婀娜多姿的秋，我爱你。秋，沉郁落叶，美丽无瑕的秋，我的爱，你能接受吗？哥，喝。大爷，水平还可以吧？好，真好。哥，我要是有你这两下子，俺那个鱼鱼早到手了。心血里好有个秋勇，弄成事儿。刚才是不是操之过急了？哎，你们再没有都跟那些那个嘛，哪个了？你这不是那个谁呀？谁呀？你哥。哥。哇，喝了呗。弄一份。不，大哥，你喝去吧。不喝，不客气。二喜，咱爸叫我问问你，你那事办的咋样了？还得三五天吧。二喜，咱爸说那事儿，你得考虑考虑呀。啥事儿啊？前天嘞，咱爸的话说了一半，你喝多了，咱爸的意思。想让我跟着你的呀，哥，这个事儿我不能马上答应你。公司的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尤其是人才聘用这一块儿，得几个领导商量着来。你让小妹跟你说吧。哦，对，俺刘总说的很对，这个公司对用人这块儿吧很重视。一般的普通员工都得是本科毕业，部门经理都是博士生，像刘总这样的应该是博士后了。有那么玄乎没有啊？那二喜不也就是个高中生吗？那不也就当上公司的副总经理了吗？哥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刚个业都不如正规了，再想投机取巧弄成事儿。阿喜，反正不管咋说，你哥这事你得帮忙。你在外头混的又不错，咱俩是亲兄弟，那你不帮我，谁帮我呀？哥，以后有机会吧。好，那这事儿可都说妥了。说妥了。
二弟啊，事都办妥了？妥了。哦，那啥时候走啊？明天。兄弟，我那事儿咋说的呀？那你快记，要把钱垫完中不中？妈，哎，听你，你看看，你出去在那个打开的。真的，这2000多吧？2000多，你能买得这样的吗？一看这个电视机，最起码能收7-8000块。抗静电、防辐射、平面制药、摘要布，家里头现成有电视，你不该花这个冤枉钱。爹，你也不瞅瞅，现在这还看着儿子呢呀？哥，这15000块钱。拿着，恁爹岁数大了，我老在外边跑，你跟俺嫂多退点心。儿媳，咱家不缺钱呐。哎呀，你兄弟你有钱。儿媳，那我都装兜里了。爸，你再给我一杯。妈呀！俺小提琴老师过几天又是打手。俺几个同学凑钱给他过，这还能多到？有的同学都拿500，就我拿的少。咱不能跟人家比啊，听没有？听没有？不装。哎，听没有？拿着吧，这是恁叔的心意嘛。拿着，好好学哈，没准儿。来真的拿个艺术家中说昨天晚上，对不起啊，我给你道个歉。不用，我要走了，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，跟你说一声。去哪儿啊？先上石家庄，然后太原。啥时候走啊？今天早上。听话的，随他走吧。你是不是一直在外地？出去半年多了，一直没回来。原本来没有见过你，成家了吧？没有。你来。都几岁了，二？那么多人追你，从小跟谁过了？三班班长，潘美玉，不可能吧？你连扫课的？算我瞎眼了，别孙不是个好东西。咋了？唉，别孙跟个东北女人跑了，人跑了还不算，还把邻居的拆迁款给骗走了。咱同学就我混得惨，
别损人抛了再赔人家欠呢。法院就把俺家的房盘给人家了，去年又赶上下了岗，没法住在俺爸这儿了。怎么想想其他房？想了，过两天去北京，还有个表姨在北京办了个月嫂公司，听说当月嫂一个月能挣两三千。我的意思是，水泥人那么多，没打算再招一个。得了个孩子，没人养了。那不一定吧？不是还有我吗？那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没忘记你。不行。你过来。你看着，这是我把你钱给你写了。这几句话我一直都没有忘记。下面写的啥？下面不是。下面写的啥？下面不是我写的。下面写的啥？不是我写的。下面。这不是我写的，还一直没忘记，就弄这，送你四个字，素质忒低。哎，哎，我咋搭理你？我是个赖孙。来来来，我们大家往中间集中集中，哎，靠得近点啊！来，哎，嫂子笑一笑啊！哎，大家看这里，准备了，来，预备，一、二，哎，平平，你怎么打了个脸呢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别搭理他。到了，平平。你给我了500块钱，俺爸要走私呗。平平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咱不能跟人家比啊。我又没会把那500块钱都给俺老师。嗯。哎呀，不中不中不中，别老惯着他，你知道吗？行行，拿着吧，记住别乱花啊。好，来，看这里啊，哎，好嘞，看这里，来，咱们一二三。喂，峰哥，我留点戏啊。你听我说完啊，峰哥。别急，香草我给卖了，我算了个账，后续8个月租车费我再给你12000，到了石家庄我就把钱还给你。太近了，峰哥，见面再说吧，峰哥。峰哥，你要这样说就没意思了。真大脾气，石家庄我也不去了，欠你钱我会给你，大不了不跟你混了，有啥呀？哥，干啥？你往前看。想带你立车到石家庄，然后北京，好省点路费。你就不怕半道上我坐头出问题？啥意思？叫打不叫？上车。灵魂就算变富了嘞，灵魂就算会这里，灵魂就算穷啥子，做人莫卑微。老板。啊。你商量个事儿，你说吧，刘总。主任大姐，那个别墅咱是要一套啊，还是要两套啊？刘总，我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，那就怎么办。我是这样想啊，也没结婚，我也没媳妇儿，两套房子太浪费，
这样影响咱公司的资金周转，要依靠了。哎，老同学，快等等多年转账欠了吧？我那不咋样。俺刘总年纪才60多万。60多万，真的假的？假的，别听他瞎说。小婉啊，北大公司欠咱的钱到账没有？那800万早就到账了，剩下的500万吧，说3天之内到账的，到现在还没来呢。要不你得给胡总打个电话，再啰嗦啰嗦。哎，老同学，看样子你整着欠了，我给你打工中不中？我不去当月嫂了。拉倒吧，你还是去当月嫂吧。我这个人素质太低。咦，还怪记仇嘞？还说想着我，这点忙都不帮。哎，老同学，咱办的合影照片还有没有？俺爸不给钱，照片我没要。你看看，我这有一张。还远我不认识你，你那手留个小平头，你看看你现在，叫谁能认得出来啊？相片和支票冒烟，再合合个影吧，让我永远记得。喝就喝。我不去。你说的啥？不信你一年赚60万。那你说我能赚多少？看你开了辆破车，就不是个挣大钱的人。说的不错，一辆破车啊，穷光蛋。那你在车里头800万、1000万的活干啥嘞？我想让你跟我走。没安好心。哎，张球啊！你站这边，这边拍一张。啊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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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慢点。张球啊，你在这里头啊，可显老。56、7。讨厌你，你才56、7呢。张球啊，把年前真睡没赶上好时候。李尔西，你说你没忘了我是真的假的？心里吗？只要我活着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大亮啊，你一点事儿不？爸，那不能怪我呀，那我不让他删，他非我删呢。孙子，这手机修好了，有点东西。你这又回来了，是老东西了。烧的咋了？姐，哥，嫂，我结婚了。跟谁呀？俺同学。哎呀！来，来，来！妈，妈，妈，你还没长好吗？你气功？气功？你真有吧？教你可以。
有条件。啥条件？从今以后，你光叫爸。妈，我叫不叫？好好想想，叫了不能改嘴了。好好想想，我会了气功不是一个啊。叫爸。行了，先别闹了，你叫他吧。不叫。不叫俺爸，不叫。叫不叫？不叫。叫不叫？不叫。叫不叫？您来了哈，哎，介绍介绍，俺爸，我哥，嫂，张一秋，小强，张一秋儿子。哎，等等，还上不上？上不上？上，马上上。有啥不可思议？我打不起这时间。没过门了都迎接，啥事儿？兄弟，麻烦咱送回去吧。哥，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咱爸不愿意，我跟恁嫂俺俩也不愿意。那5块钱陪人家跳个舞，谁想搂都搂，谁想抱都抱，那跟这鸡有啥两样？我都是缺心眼办的事。爷爷爷，爸爸，你看他们耍蛋的，你看。爸，你那个那个，他车子可不认人了吧？我爷爷，这家伙，爸，你这这这，你个笨蛋，我爷爷，爸，你那个那个，你有本事你打我，死你大东西！二喜，你就没有想想，他现在还有个孩儿啊？有孩儿咋了？啥心没背，白见个儿子，一点不吃亏。那二喜啊，那你准备以后咋整呢？你是打算叫他娘俩跟着你走，还是咋整？我不想在外边折腾了，结了婚再说吧。新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想结婚可以。你上外头去，咱家没房子。我家你这心求，你心求。我就不打算在家里住。小婉，小婉，那还没吃啊？我不饿。不饿，你说，我歇会儿。我腰疼，我再休息会儿。你赶紧帮我把房子收拾好，我帮你走。帮我走？我说走了吗？我不走，我得搀扶你。你上哪去，我上哪去。我跟你说。那样干不住。二喜，二喜。
点心思的。打死你！一个小狐狸，那你怎么样？一年赚六十多万，然后娘来住这破房子啊？我就说就行了，你帮我保管吧。你不后悔吧？就跟你相认了，还不后悔？想好了吧？去哪儿？没想好。回家吧。外头也不好混。我不回去。等我挣够了100万，我再回去。100万，100万能好赚的？别说你，那些年了，我赚100万了。回家吧，别跟家里人较劲了。我说过了，我不回去。你爱去哪儿你去哪儿呗。这你拿着，这些都是我朋友。你提溜二西，兴许有用。要走了，送你首诗。你回家来，我出走。同命相连，有酒交往。今日有酒今日醉，今日不散何日休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休你哭哭哭哭。张一秋想我了，我得回去了。你不能跟着我一辈子吧？你才挣99.5万，就够100万了。马尔秋，哭哭哭！宁做人哭三天三夜，卖100万自己就来二西，咋这些东西还行吧？咱俩都这样了，二西还有啥意思啊？啊，喜欢就写了写，咱写一封好用着。哦，有个条件啊，你把别人给你写的喜欢信全都烧了。你写我就烧。叔，你来了。啊，哎，二西来啊，他去买东西啦。叔，快屋里坐。
叔，那去买咱的啥东西啊？我要给孩子去。叔，哎，孩子呢？去他姥姥家了，不住这儿。哦，小赵啊，你是在哪儿上班啊？啊，原先在面粉厂，现在下岗了。小赵，你别忙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叔，你说。就是你跟儿媳的事儿啊，我们家里的人都觉着不多合适，原因很清楚，就说俺家儿媳吧，这几年她刚在外边混出点出息，家里生活条件不多好，家里人呢还指望她能接济接济。可是恁俩一成家，儿媳她硬把差事给辞了，这可是一点指望都没有。再一说，眼下恁俩都没有工作，还拉扯住个孩子，往后那个日子该咋过呀？可不敢脑子一热就什么事都不顾了，你想对不对？另外咋说呢，说白了吧，话有点不老中听，就是你的有些个事儿啊，我们家里人也都听说了。你说了，叔，我和儿媳的事儿，还保成不成？北门里八一街29号，你不说老子也能找到。天晴，我在上边嘞。在这干啥嘞？你说这院子一拆，咱去哪儿住啊？我操！反正不住大街上。真想得开，咱俩都没工作，还有个孩儿拖累着，以后这日子咋过？我听说俩人要都没工作，国家给300多块钱。十九姐，好意思。哎呀，谢谢那么多头事儿，尽心享受没你钱。现在知道你这种幸福。哎，被褥都买齐了，平安上还能住一起吧？住一起就住一起，谁敢睡？我估着儿媳今天晚上是回不来了，你几个是不是委屈委屈，先找个地方住一晚上，等儿媳明天回来了，把事情说清楚，看看你咋住咋住。哎，不用担心，跑上火上跑不了庙，就是儿媳担待不了，还有我的嘛，是吧？你看。
大叔，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今儿就不等。万八千的也算不了什么事儿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大梁，送送他。留步，留步。高中爱恨几千里，与君相拥何须人。千里花烟笑对人。哎，爸，啊，你爸呀？我去周周老人家，问问他到底咋回事。爸，你可千万不能去找他呀。他们都不在附近呢，你要去找他，他们会跟着你。轻轻轻，走过海分几千里，轻轻相拥何须人。归去在花落日归。阿西，句号了没有？哈哈，就差一个句号。快点儿吧，都近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眼泪都快泄出来了。好好听啊。嗯。我给你念，哎，求华淬炼冯二锤，恶诺夺子惹人醉，趁玉罗叶看不入，魅力无暇着是非。哎呀，谁着是非了？都你找的我。小敏啊，你不停拖衣裳睡觉。怎么你就知道拖衣裳睡觉？好好听。求啊求，我的难以忘怀的求，你知道多年的漂泊，曾把你的容颜渐渐忘却。偶然梦中的相遇，才能唤起我对往日的追忆。六年似水。时光飞逝，终于我们又相见了。现在的你红颜未改，光彩依旧，只是在你迷人的笑容里添了一些皱纹。雪球，雪球，张雪球，
呀，干嘛来？妈妈去北京了。啥时候走嘞？去打仗。我都叫过你爸了，你啥时候叫我编剧本啊？酱。嗯。俺孙子给你老爷，别忘了啊，明儿你妈生日。现在就叫。现在叫。来不是洪大人，进来。老同学，原谅我不辞而别，因为不想和你难舍难分。我去北京了，考虑再三，还是不想放弃北京的机会。希望你也有所作为，毕竟咱俩不能光靠爱活着，这样不太现实。孙哲给你留下，男人的身上不能没有钱。老同学，谢谢你又给了我自信。你的情谊更让我感动，我会永远想着你。不过你也必须信守你的诺言，只要你活着就不许把我忘记。哥，红哥来了，你快跑啊！哥，你快跑啊！哥，红哥，爷爷们，来一根。他妈抽烟！哎，哥，哥，爷、yeah. 啊，嘿，爷，二姐，你不是给我算了个账，
我也给你算了个账。今天咱们当着你的家人把事说清楚，让他们给平平带个礼。一车香草你卖了43,000，扣掉你8个月的租车费，你还应还我1万2，这账你算的没错。可是你把我开封的朋友都给得罪了，他们骂我不讲诚信，这个损失应该怎么办？另外你说你去石家庄找我给我送钱，我左等右等都不见你的影子，害得我千里迢迢找上门了。昨天夜里我又在那等了你一宿，你说这账应该怎么算？咋的？贾亮，我来啊，把那钱掏出来吧。听见了吗？这是你的钱，你出出，我也不暖这窝了。你那能耐，还在外头混了还？你在看啥看？走吧，有啥好看？宋哥，怎么留1000块钱呢？这身上连包烟钱都没有啊！今天就不让进，走！这是15,000块钱，另外呢有咱爸的5000，你查查。这一阵子我做梦都想占你的道，没想到啊你许了个那毛蛋。咱丑话说到头去，这15,000块钱呢可不是白给你，你查外头挣要钱了咱换家。3,000块钱，翻到我头上。你这人傻的，净说点不着调的话。俺兄弟俩说话了，有你啥事儿？哥，这钱我差了。差着好，差着。万一少两张喽，咱兄弟俩说不清楚。瞧你那性样，一天到晚没有一点正。你咋恁多话，你不说装不装？真是，说人丢了线，还有我姐姐在那里。哎，冰冰，出去了咱学钱，你不能花没了，拿着拿。这有啥？这要用不住啊。多少钱呢？600。那是这，你先搁到箱子里头，等恁叔正要钱了，咱还你1300。搁箱子里头啊！哎，冰冰，二十，你就别单腿了，那是平平的心。二十啊，你过来坐着，爸，我有些心里话，我想跟你说。啊，你过来。爸，你说。二十啊，现在看起来外边的钱也不太好挣了。可那钱就是再不好挣，咱也得守规矩。那邪门歪道的事儿咱不能干。出门在外，为人得讲个厚道，办事儿也得讲个诚信。
不能光顾自己，办出来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，啊！这次你要离家出走，可不能再像上回那样了。你出去多少年都不知道回来，家里人受不了。爸，你放心，不会。二喜啊，爸一直想给你道个歉，就因为你没考上大学，爸我也不该给你发脾气。我这个人一辈子只有着自己的性子，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，爸我对不住你。自上次你离开家以后，这么多年来，我这个心里一直可厚，特别是恁妈死了以后，我爸，别说了，都是我不好，不争气，让你操心，这里有点热，你上外边凉快凉快。哥，我想回趟家。回就回吧。我送你到郑州。广东一家食品公司重庆外进口了一批号称南洋香草的食用香料，经工商以及卫生防疫部门查证，南洋香草的主要成分是由罂粟壳构成。据悉，这批南洋香草已经通过不同途径流入内地。目前，广东这家食品公司正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。南洋香草销售的紧急通报。
喂，振强，大哥，姑娘给你打了1000个电话。喂，哎，没接好吗？你是哪一个？听不出来，我刘二喜。刘二喜，在哪里？我正在找你的路上。你在哪儿啊？发财了吧？青山鸟林，美景。你看，老子有一个不搞笑，100个亿。妹妹，有没有妹妹？再来家来。你老婆进山了吧？我的狗笨死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王八蛋，我知道你开玩笑，你最多也就挣99个亿。哎，我说啊，你跑到青藏高原干啥去了？我说看不到你裙子，你来不来？我想死你了。我也想死你了。你快过来，你等着我啊。不行不行，我马上上拉萨。小伙儿啊，你是回家还是跟着我上拉萨？还用问吗？上哪上啊？走。